做父母的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成功，有自信，并被别人喜欢。这时候我们能够为他们做什么呢？适当的赞美和鼓励对孩子来讲是非常重要的。当孩子被鼓励的时候，他们会觉得很被激励，他们会更努力。相对的，他被自己所爱的人认同的时候，他们会很开心，增加他们的自信心，他们会更相信自己。而且他们在遇到挫折的时候，知道怎么样能够鼓励自己。可是做父母的我们要注意咯，当我们赞美孩子的时候，我们要很真诚，因为孩子很聪明的，他们知道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。让我来跟你分享一些鼓励的方式，比如说，哇，你好棒哦，继续加油哦，或者是你做得越来越好了呢，对，就是这样，嗯，很好的想法哦，我知道你做得到，或者是哇，你今天真的很努力呢，你这么努力让我真的好开心哦。所以做父母的记得咯，当你赞美的时候要真诚哦。